勝利。亲爱的现场还有第二期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来到一站到底，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李好。大家好，我是小敏。今天是4月8号，也是世界珍稀动物保护日。每年的地球啊，都会有许多动物濒临灭绝或者是已经灭绝，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动物，敬畏自然，拒绝杀戮。另外在这里我们也要好好的为大家官宣另外一个好消息，江苏卫视2季度推出的最大型的节目，汇聚着全球创意达人的竞演秀《百变达人》即将开播了，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我们，谢谢各位。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热爱答题、热爱生活的朋友来到一站到底的舞台，有请。严哥小小睡，答题有滋味。再一次欢迎六位。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一只水饺一只虾，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喝知识长知识，答题才能有优势。本节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贤哥小小脆特约播出，贤哥小小脆又小又脆。而到场的每一位选手都将收获由椰岛海王酒所提供的精美奖品。那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摇摇，或者是扫一扫，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舞台，或者呢是登录一站到底微博话题页面即可报名参加节目，到时候还会有机会获得由思念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名人堂选手究竟是哪两位呢？张雪剑、熊汝江，欢迎王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曾经在一站到底的舞台上怒战36轮，刷新答题记录的张雪剑。另外一位呢，就是一站到底的首位战王，千年的图书馆 JPS 的麒麟才子熊汝江。每一个战队听到你们名字都会为之一颤啊！我们是传奇。这两位啊，也号称啊战神战王，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压力。祝你们好运啊，自求多福了。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出奇制胜李谷俊杰，来吧，欢迎你。好好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就是 Daniel 李谷俊杰，我来自高端大气、有着众多大佬以及昂贵头脑的十二期西二旗。西二旗我们知道是清代的时候啊，两个旗的驻军在这里，可以说这个战斗气息啊已经蕴藏了百年。目前呢，应该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新硅谷，新浪、百度、滴滴这些个公司啊，全部都在那个地方，号称啊 IT 从业人士啊密度最高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发量最稀疏的地方。这发际线看得出来，很明显了。这都能看出来啊！你跟好哥有一拼给你们两位的发际线。那你当年是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份工作，那么辛苦？我大学的时候一直非常向往就是西二旗，毕业的时候我拿了起码得有十几份 offer。那很优秀哎。没有一个是西二旗给我发来的 offer。所以当时我就义不容辞的，我就进入了实习大军，一步一步从实习生做到正式，以及做到现在的高级经理的这个位置。啊，很努力的一个小伙子。对，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的，很富足啊。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大佬嘛，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代码呀，通过自己的产品呀，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未来。所以我们也想有一种那样的梦想。
因为在你们的前方有那么多的火炬，所以呢，我们人生啊必须要去奋斗，所有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是的，希望你能够不忘初心，一直往前砥砺前行，好吗？感谢。好的，来，我们来为你揭开今天晚上所有选手的关键词，来看一下。其中这里有两个是我们的名人堂选手。哎，我仔细看一下，你看一见戏来一出好戏，对，就一字头的啊。是，我感觉这两个有点像，但是我刚开始肯定不想选择名人堂了。还有创造101呢，我也有一个偶像练习生的梦想。我非常喜欢刚才的那个狐狸小哥啊，他应该有点像金刚腿啊。我觉得狐狸嘛爱逃跑，他跑了跑了跑了，四肢发达以后就变成金刚腿。第一位我想选择金刚腿。什么样的腿才能称之为是一条金刚腿呢？哇，竟然是一位古装扮相的美女哦。见过好哥，见过小敏姐，大家万福。我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学生王蓉蓉，同时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大学生讲解员。西安是13朝古都，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这个辉煌历史的见证者，它的馆藏文物数量要达到170多万件。对，所以我每场的讲解时间呢是要在1个小时以上的，每天讲7场，这样久而久之我就练就了金刚腿，可以久站不累。那我们站了7年，我应该叫李铁柱才对。今天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他其实呢是借鉴了陕博的一幅非常有名的壁画，叫《宫女图》。这个少女手上捧着一件精美的瓷器，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件国宝级文物。这个壶呢，它叫青釉提梁倒箸壶，在这个壶里面呢还装了一壶好酒。是不是我最喜欢喝的椰岛海王酒呀？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酒是怎么倒进去的呢？它没有盖子。哎，对，其实就是在壶的底部有一个梅花形的小口。哦，对，那么在注酒的时候把壶倒过来，灌满酒之后呢将壶身翻正，壶嘴可以正常出水，而底部不会漏水。这个其实是采用了连通容器内液面等高的物理原理。哦，聪明啊我们古人。对，我看到蓉蓉以后，其实我想到了我的妹妹，他比我小10岁，就是我看到他亭亭玉立的样子，我瞬间就感觉我在跟我妹妹对话，特别想让我妹妹能成为你一样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也是想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为她完成这份梦想。其实我听了你的话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也有一个比我大12岁的亲哥哥。哇，但是在今天这个舞台上面，虽然你是个弱女子，我不会输给你，因为我只输我妹一个女人。希望你们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带来一场完全不一样的穿越古今的答题比拼较量，请准备。答题开始。正比例函数属于什么函数啊？这是我初中学的一次函数。偶函数的图像关于哪个轴对称？ X 轴。啊啊，数学太不好了。你的数学不好，我的历史可能欠缺点，可以我教你数学，需要你来教我历史。旁边那位选手有点激动啊，你想说什么？希望少出点数学题啊，我也怕呀。我希望在日后的日子里你能够继续传承我们的历史，要文化自信。谢谢老师。刚才这位钟婷老师，他是一位押题特别准的老师，你不妨让他帮你押一下哪位是名人堂，这样你就可以避开名人堂了。哦，谢谢蓉蓉，最后受神预备。啊，
再见。恭喜李谷俊杰，我们来看一下这轮你获得的奖品是变频壁挂式空调。继续打开关键词板。第一轮我觉得我连热身都没有热身，嗯，这一轮我还是希望选择一个我们在场的选手，我不太想选择名人堂。刚才蓉蓉也跟我的建议说蒋老师是押题冠军，所以我想让他帮我来说一下，就是我希望这一轮先不要碰到名人堂。钟婷，看着这个关键词，一出好戏，特别是满盘皆输，好像名人堂的人，但是马克思的哲学告诉我，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哦。那么本质是什么呢？嗯，叶元之日，紫金之巅，天外飞仙，一剑西来。古龙的小说当中，他也是一对名人堂的选手，他曾经在英雄联盟也是一对，所以这两句话正好是一气呵成，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哦。分析的蛮有道理的。钟婷，人说你是押题王啊，就是要是没押中了，很尴尬的。好，下面你来选择，你也极有可能在这轮里面会直接选中名人堂。我觉得蒋老师分析的对，我前面也说了，我可能有一个偶像练习生的梦想啊，我想选择创造一零一。请揭晓。学教育学院哦，但是这个幺零幺呢，可能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女团的幺零幺，而是我觉得不能做满分的人生，而是要活出101分的人生。怎么体现在这个一呢？对，就是可能大家听到哈佛大学就觉得啊，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其实我有更多的与众不同，比如说。当你们在象牙塔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美国最危险的贫民窟，我帮那边的黑人孩子们一起辅导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又比如说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去到了麻省最高女子戒备监狱，我成为了那里的唯一一位国际教师，我帮助了10位狱友成功的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这样的话他们出去之后就可以更好的找到工作。但是呢，我的大招在最后，我20岁的时候啊，做了3件大事儿：大学毕业、结婚、生小孩。我没有听错，20岁，大学毕业、结婚、生孩子。对，所以你的人生果真是一个火箭少女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林夕她20岁的时候从华盛顿大学以最高荣誉拿到了双学位毕业，22岁又作为哈佛教育学院最年轻的硕士生之一全 A 毕业，所以在这个年龄又选择当妈妈，真的是一个很重大和很了不起的决定。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会说，你在一个特定的年龄，你就应该去做一件特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人生没有应该不应该，只有你敢或者不敢。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学者，我会觉得我从孩子身上真的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每一个孩子的每一个第一次，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学说话，他们其实都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可是我们去看一个婴儿，他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一点的纠结、彷徨，或者说要不我就放弃了吧。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生命用最原始、最坚持的力量去拥抱失败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向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学习。对，我觉得每一个小孩放在手里的时候都感觉他特别的脆弱，但其实哪一个小朋友他不是从一生下来的第一天开始就生活得如此的努力呢？您刚才20岁的时候，您干了3件大事儿：大学毕业、结婚、生子。我20岁的时候，在大学许下3个愿望：我要创业成功，我要给我妹更好的梦想，我要把我的父亲接回到新疆。因为就是在我妹刚出生的时候，我爸就去深圳去打拼，家里面唯一的男人就是我。我觉得我应该扛起这份责任，这就是爱吧，就跟您对孩子的爱一样。我对家庭的爱，我对家庭那份责任，我也会带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来了。你想，我也想送给你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决定我们生在哪里，但是人生这条路活得有多精彩，沿途的风景有多美妙，全是靠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我相信你的路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美。生命当中2种光芒最耀眼，一种是太阳，另外一种
是你努力的模样。是的，是的。祝福你们两位，请准备。打的开始。我国古代放置在门口的石狮子有公母之分，其中公狮子脚下踩的是什么？母狮子踩的是幼狮，公狮子踩的是绣球。古代战争中指挥军队撤退时敲击的是哪种乐器？鸣金收兵，所以答案是金。这个故宫文创设计的帆布包袋运用了哪幅古代名画？千里江山图。答对。我国哪部动画短片入围了2019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它是一个非常浪漫而又唯美的爱情故事，它就是《眼里之》。我国哪位病毒学专家发明了治疗小儿麻痹症的糖丸疫苗？前段时间刚去世的顾方舟老先生。在医学处方当中，这个速写符号表示的是哪种药品？哎，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医生写字儿不是丑，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速写方式，所以这个是罗红霉素。中国历史上从哪个朝代起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商纣王商朝。哈尔滨地标建筑索菲亚教堂属于哪种建筑风格？拜占庭风格。TFBOYS 的哪个成员在2018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命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应该是 TFBOYS 的队长王俊凯。英文缩写为 WTF 的是哪项运动的世界级组织？跆拳道。哇哦！成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原本指的是哪种水果？从字面上来看，金玉其外，柚子没有金色的，所以是橘子。哈，别称雪群仙子基辛格曾在国宴中盛赞为中国白珍珠的是哪种食物？松茸啊，虽然好吃，但是黑乎乎的可丑了，所以是我们的竹荪。在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区间是多少？抓紧时间哦，80到120。对。马上要离开这个舞台了，有什么话要跟自己的妹妹说的？妹妹其实是你的心尖尖上的肉。因为我妹妹可能学习不是很好，她有一次去补习班，然后老师就说：“你看看你哥哥多优秀，你看看你现在学习这样。”然后我妹就挺难过的，但是她说：“我能成为我哥。”我想告诉我妹，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你以后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美丽、非常非常知性的女子，我爱你，老哥依然爱你。我也有一个哥哥，比我大7岁。其实我想作为一个妹妹，我可以跟你说一句真心话，你一定不会是你妹妹在补习班里那个难过的瞬间，你每天给她的温暖，我觉得这就是辈子最大的幸福了。好想生个女儿啊。钟婷，每一次当有选手要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他都要在中间挺他一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为师送你情。谢谢，我希望我20年后头发能跟你一样茂密。在线。恭喜你林夕，你可以获得的是变频壁挂式空调以及钛钢合金山地自行车。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啊，刚刚蒋老师帮他分析了一剑西来和天外飞仙是名人堂，你要不要分析一下你觉得蒋老师会是哪个？蒋老师这个其实我猜到了，我也很有信心，我觉得他是过儿。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他是押题神者，过儿过儿逢考必过。蒋老师，我猜得对吗？但是你会选他吗？不选
果儿。我觉得满盘皆输这个看上去特别的厉害，希望能够先挑战一下厉害的王者，所以学富五车的满盘皆输。满盘皆输。他就是李文宏。大家好，我叫李文宏，我来自江西景德镇，我是一名工人，同时我是一名狂热的文字爱好者。我的人生信条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写书高。不应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文字，我高三毕业那年，我放弃了高考，选择了写作，用4年的时间写了近100万字的文字。我只告诉我自己，我的文凭拿不出手，我的作品一定要拿得出手。2007年，我看到王宝强主演的《士兵突击》时，我看到了许三多，我就想，我要给王宝强写一首歌。后来，王宝强真的在央视《神奇上天》残奥会等场合演唱了我给他写的《势不可挡》。啊，坚持的一种力量。因为我坚信，这世界上还有一种财富，它叫做胸有丘壑，腹有诗书。你看这个舞台上有刘也行、彭雪茹这样的名校精英，现在还包括他林夕，还有张雪健、钟楚江这样的大神，还有梅竹、王磊这样的资深教师。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是我对知识的渴求一点都不逊色于他们。我也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绽放知识光芒，就像我写的歌一样，风起云动，势不可挡。我特别敬畏他对于这个知识的热爱。我觉得活不活成别人眼中的英雄不要紧，你已经是你自己世界里的英雄了。我们景德镇有一句话叫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现在你在我眼中就是景德镇一件名贵的青花宝胎瓷，晶莹剔透，素雅高贵，但薄如蝉翼。青花瓷薄如蝉翼，但是因为它的美貌、睿智、温文尔雅，放在那个像金刚一样的钢化玻璃里面，所以我是青花瓷，可是我是照着钢化玻璃的青花瓷。哦，李文宏磨练7年，只等着今天一提成名。林夕也渴望着在今天我们的舞台上面一战成王。两位，请准备。打的开始。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人眼睛的哪个部分？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人眼睛的晶状体。几焦片的暗房里使用哪种颜色的灯光来照明？和我的名字一样，红色。尾编三绝最初说的是我国哪位历史人物读书勤奋的故事？尾编呢，就是古代的时候用来编织书的那个绳子，断了3次，就说的是我们的大圣人孔子。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哪个诸侯国对抗其他六国的策略？统一六国的秦国。湖中这对老人的原型是美国哪家百货公司的创始人？这个是在我们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舍弃登船的两位非常伟大的老人，他们就是遍布全美的梅西百货创始人。发生在俄罗斯的礼炮7号救援事件被改编成哪部电影？太空救援。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大学时的专业是哪个学科？手冢治虫绘画出了铜墙铁壁、阿童木，是医学。慈家三李指的是李煜、李清照和哪位历史人物？这是我老李家的事，我的家谱上写得很清楚，李白。自2019年1月开始，哪个北欧国家实施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将自动成为器官捐赠者的新法律？这个国家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开放和进步，它就是冰岛。我国哪家快递公司为员工定制耐克牌工作服来作为员工福利？宅急送。我现在就是希望我以后还可以来到这个舞台，那时候不仅站在中间，
而且我更希望我的名字和我的作品可以出现在《一站到底》的题目里。蒋老师，其实我的父亲和你一样，是一位学历很低的工人，但是我父亲用一生给我诠释一个道理：人可以平凡，但绝对不能平庸，因为平凡意味着伟大，勇往直前，永不言弃。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热血忆英雄。谢谢李文宏，再见。跟我去闯，豪气势不可挡，男儿真心就要自强。恭喜你，这一次你的奖品是30分纯净裸钻，不错哎。过耳，你认为有极大的概率就是蒋中庭，你现在挑选他还是继续的绕过他呢？既然今天这么多在场的观众都是为了咱们的过耳先生来的话，不如我就满足一下大家的期待，所以我想希望邀请咱们的过耳先生来一场作为教育者之间的同台对决。好，所以你的选择是过耳。来，请揭晓。就是蒋中庭老师。哇，你看后面还有人形立牌，这些人都是你从哪里花钱请来的？他们都是自发而来的。我不相信，我主持节目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在我背后举板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么检验他们？随机采访。就这样啊。这边还有主动发言的。大家好，我是蒋老师的学生啊。他在业内有一个圈号“押题少帅”，啊，就以2019年考研为例，今年的考研5道大题分析题，蒋老师原题命中4道，考点命中5道。哇！看来他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学生啊，不然大家也不会这么自发的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啊。从知道蒋老师要来参加一站到底的之后，我就第一时间微博私信蒋老师，希望能够拿到那个门票，然后也非常荣幸在2000多人中我成功的站在现场来为蒋老师加油，表达对蒋老师的感谢。我以为现在你们年轻人喜欢的偶像都是 TFBOYS， 没想到蒋老师这款也很受欢迎。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过儿们来为为师加油，一往昔为师陪你横刀立马战考场，盼今日陪为师一战到底，必称王。你是怎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你有分析过这件事儿吗？作为一个老师，当然是课上的好啊。你以为我是靠颜值吗？蒋老师主要是靠坚挺。今天借助一站到底的舞台，我想送2020年考研学生一个大礼包。敲黑板画重点啊！2020年第一道题，2020年要靠2019年，2019年是祖国华诞70周年，我让我们为我们繁荣的祖国响起你的掌声。所以2020年考研一定会考建国70周年，2020年考研还会考1919、2009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精神永放光芒。但蒋老师，你今天是来到一站到底的舞台上，你今天有没有给自己压几道题呢？今天的一站到底，我也预测几道题目。1月份最大的时针，嫦娥4号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我觉得今天的题目当中很有可能与嫦娥4号有关。您把这题都说给我听了，这不是拱手把您的奖都让出来了吗？成人之美，这不人生乐事吗？原来是这样，您美美与共嘛。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认输。今天我是静悄悄的来的，但是我想要轰轰烈烈的留在这里。今天你我相遇，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让我们上一场巅峰对决。Let's go, just do it, I can。请准备。答题开始。螺帽一般是什么形状的？是6边形。汽车的后视镜是哪种类型的面镜？这是一种常识，我经常开车，凸面镜。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使用哪种原材料来制作砂糖？在我国南方地区我们会经常使用甘蔗，那么北方呢就是我们的甜菜。
盐帮菜是四川省哪个城市的特色菜肴？这个地方盛产盐，它就是自贡。智能方程 E=MC 的平方是由哪位科学家提出的？爱因斯坦提出的。当飞行员快速拉杆时，机头迅速上扬，飞行员容易出现哪种生理现象？这个上扬的时候会缺血，所以产生黑视；而下浮的时候会产生充血，是红视，所以选黑视。成语“不蔓不枝”出自哪篇散文？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我们的爱莲说。由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中国女排》是以哪届奥运会为切入点的？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郎平导演的带领下，4-1战胜了塞尔维亚，她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奥运。漂亮！新视野号探测器拍到的太阳系边缘天体的昵称是什么？啊，这个昵称它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两个球，像一个小雪人一样，它的名字叫做天涯海角。三国指的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哪个国家？这个国家我太熟悉了，它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大，但是篮球打得特别好，它就是立陶宛。历史上唯一一位作为王朝名将被单独立传记载到《正史将相列传》里的巾帼英雄是谁？这答案这期我不知道，我得猜一猜了。请梁玉，猜对了。中国古典文学六大名著指的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哪部著作？由于特殊的原因，由六大名著变成了四大名著，它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于哪个地方？中关村现在是咱们科技的集结部。华强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华强北。中关村，华强北在深圳啊，还是很爽的，就是能够碰到各色各样的非常让我敬重的人，长了非常多的见识。但是我觉得输赢99%靠的是我们的见识，1%靠的是我们的运气。觉得我今天没有输在见识上，我输在了运气上，所以我一点都不伤心。对面的女孩，爱笑的女孩，人生的路不会差，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今天呢，也革新了我的想象，人生不设限，好好看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谢谢好哥，谢谢小敏姐，谢谢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谢谢。再见。恭喜蒋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你所获得的奖品。是48英寸4K 智能电视机，中挺中挺，你最坚挺。好的，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因为我刚刚说了，天外飞仙，一剑西来，它是肯定是个组合。那个男孩应该是一出好戏，所以我今天要和他进行对决。一出好戏，请揭晓。大家好，我是来自森林世界的美男子红狐狸。前两天我收到了一封一战到底英雄招募令，这种好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红狐狸呢？老师，
您准备好了吗 ？OK。大家好，我叫陆谦，来自河北省话剧院，现在是一名儿童剧的演员。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跟随我们的大篷车去到河北省的各县市及贫困地区，为孩子们带来免费的公益儿童剧的演出。从2016年到现在，有300多所学校，400多场演出，有超过100万的小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小观众。因为没有舞台，所以就是用车架成了一个舞台。对，好多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他们不拥有剧场，大篷车也是我们的化妆间，也是我们的服装间。我们基本上平时的演出会从一个山头演完以后演到另外一个山头。其实每次演出特别累，但是每次在开始之前，孩子们坐在那个观众席里，他们会给你鼓掌，会给你呐喊，会说哦，太好了，太好了，儿童剧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就不管再累，不管再辛苦，我们都会站在那个位置，给孩子们带来最好、最精彩的演出。今天，我带着我的主角光环来到了这里，就是想告诉小朋友们，不管是在大篷车上，还是在一站到底的舞台中，红狐狸都会成为你们的榜样。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特别能够想到我自己的小时候，想着呢什么时候有露天的那个电影放映队来了，整个院里所有的小朋友全部围在一块儿，那种期盼的眼神是多么的渴望。我真的非常的动情，前几天我带着我4岁的小儿子参加了一个儿童剧的演出，我就发了一个短视频，我的学生给我留言，蒋老师，当你4岁的孩子参演话剧的时候，我们农村娃还不知道什么是话剧，所以如果我能赢，我今天只带走一样作为留念，我要把所有的奖品都送给你，因为你我都是摆渡人。我要努力地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你们这一代人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有像蒋老师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去关心你们，去爱护你们，你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谢谢两位，扶贫其实不单纯是经济上的，更多的时候呢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去感知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谢谢你们的工作，两位祝你们好运，请准备。大家开始，根据苏轼的自述，其居住的地方不能没有哪种植物？能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成语《邯郸学步》中提到的邯郸是战国时期哪个国家的首都？是战国七雄赵国的首都。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是谁？以后出了事可不要说出为师的名字哦，他就是菩提老祖。而你今天带来的学生一定会告诉大家你的名字的。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在哪个地方刺死了杨贵妃啊？马嵬坡下，原为真爱，混蛋红颜马嵬坡。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是谁？这个是我的弱项。王菲不大可能。一站到底，马上回来。一站到底，精彩继续。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一只水饺一只虾，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本节目由贤哥小小脆特约播出，贤哥小小脆又小又脆。一站到底由中国健康酒典范椰岛海王酒赞助播出。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通过一站到底新浪官方微博以及我和李好的微博积极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答题，也欢迎大家登录荔枝网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届时更有机会获得由思念提供的大礼包一份。让我们答题继续。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是谁？这个是我的弱项。王菲不大可能。
应该叫张强，我没听说过。压中了啊！获得游戏产业盛会2018年的最佳的是哪款电子游戏？同样，他也获得了最佳指导奖，他就是《战神》。哇！二战诺曼底登陆是指同盟国士兵渡过哪个海峡前往法国？这个就是二战时候最杰出的一场战争，300万盟军从英国往法国的 A 吉利海峡。世界上持续时间最短的战争英桑战争发生在英国和当时的哪个国家之间？这场战争只持续了38分钟，它就是英国和桑吉巴尔。某些机票上写有 R 舱，那么字母 R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价格折扣。阿伏加德罗常数是物理学中的哪个学科的常量？是物理学中电磁学的常量。谢谢陆谦，我觉得能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是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去努力，让他们去奋斗，让他们能更加茁壮的成长，也是我的一战到底。未来的话剧舞台你一定可以绽放光芒。感谢你的到场，朋友们再见。再见。祝贺我们蒋中平老师本场冠军。好，来看一下今天收获的奖品有哪些呢？他可以带走的是变频壁挂式空调、30分纯净裸钻、48英寸 4K 智能电视机、钛钢合金山地自行车以及深度保鲜节能冰箱。恭喜你，蒋老师！赢了，两个关键字儿也都押中了。蒋老师，现在可以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向一位名人堂选手发起挑战。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过儿们，今天为师听你的，挑不挑战？中挺中挺，一剑西来，亮剑。挺中挺，一剑西来，亮剑。一剑西来，请准备。这熊儒家也是刚刚参加完英雄联盟的，他们的战队名字叫布衣王侯。不会因为很惧怕你的挑战而低头，我还在这里，你再来攀攀。他被斩首的时候，耳朵里面塞了两个纸团，一个是好，一个是疼，而且是好疼。他是金圣叹，知道不知几千里，壮志逍遥游。老兄啊，你的装扮很不一样啊。对呀。你这今天什么架势呀？大家好，我是你们很熟悉的手不释卷的战王熊汝江，我也是今天一剑西来的剑客熊汝江。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你们熟悉的李白是个诗人，但其实他是一个剑客。辛弃疾是一个词人，但其实他是个武林高手。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我也一直在练习击剑。我刚刚参加完广西击剑公开赛，所以我专门穿着这身戎装来告诉大家，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麒麟才子，不仅能够运筹帷幄，而且能够披甲上阵，勇冠三军。现在熊汝江也是文体两开花，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比的是知识，所以我又没有带剑，我带一本书过来，石黑一雄先生的《被掩埋的巨人》。书里面说，被掩埋的并不是巨人，而是历史的真相。总有人想去拨开这些迷雾，看看到底背后是什么。蒋老师，你是拨开迷雾的那个人。而这本书的结尾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太过于残酷，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它。今天你我相遇，华山论剑。
上演巅峰对决，鹿死谁手，敬请期待。巅峰对决，请准备。答题开始。哪种水果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种子生长在果实外面的植物？草莓。起源于清代的菜品福寿全是现今的哪道菜品的别名？福寿全是佛跳墙。首位获得金球奖最佳女演员的亚裔演员是谁？我猜一个，巫山卓。称相声有一子而教的传统，那么一子而教最早出自哪部古籍？这一篇开篇是孟子云公孙丑，是来自于孟子。厉害。核桃有万岁子这一称呼，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朝代？清代。斗胆一词出自三国时期哪位将领被曹军所害的故事？他从剑门关撤退之后，希望通过敷衍钟会来与邓艾对抗，但是被杀之后发现他的胆比斗还大，他是姜维。北欧风物金冠变，民情最美属丹京，是郭沫若对哪座欧洲城市的盛赞？他应该是哥本哈根。啊，据史料记载，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哪种调味品来购买奴隶？曾经迦太基人把这种东西垄断了，后来古罗马人在两次布匿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人，他就是盐。伪装菩萨蛮中诗句“欲酒且喝喝”的下一句是什么？他应该是莫诉金杯满，欲酒且喝喝，人生难几何。谥号大皇帝，绰号闭眼贼的是哪个三国人物？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在二战时期，哪位科学家帮助英军破译了英格玛密码系统？他应该是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天妒英才、英国数学家图灵。在化学中，王水溶解金子的过程属于哪种反应？王水是硝酸和硫酸3:1的比例配置的，其中的离子和电子的活跃非常大，它是络合反应。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是哪位唐代文学家对自己的描述？他就是《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为了帮助凯瑟琳伯爵缓解失眠，巴赫创作了哪部经典的作品？当然是《哥德堡变奏曲》。假如能把珠穆朗玛峰平移到马里亚纳海沟里，那么它的海拔大概会变成多少？珠穆朗玛峰是8848，那个亚里亚纳峰应该是它的海拔应该是-2200米。哪位航海家找到了航海中治疗坏血病的方法，并获得了科普利奖章？麦哲伦是在航海过程中没有生还的，当然是发现了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库克。漂亮。由伽利略1610年发现太阳系中唯一被证实存在频繁火山活动的是哪颗星球？这个是木卫伽利略发现的，我猜一个，木有。思念金牌虾水饺，提醒您一站到底，马上回来。君乐宝长知识了，芝士酸奶提醒您一站到底，精彩继续。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一只水饺一只虾，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一站到底，世界名校宝典，好好看世界正在热卖当中。我们精选了5季世界名校争霸赛的34位优秀选手的求学故事，可以说是一本在手，留学无忧。同时大家非常期待的这才是题库已经在全国全线上线了，8本书精选8大门类，8000道优质的题目，堪称答题界的天龙八部啊。一站燃爆宇宙奥妙，即刻开始登录京东、当当、天猫、亚马逊进行订购。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由伽利略1610年发现太阳系中唯一被证实存在频繁火山活动的是哪颗星球？这个是木卫伽利略发现的，我猜一个，木有。
呀，这次题没压中，不过没关系，因为钟情你的身上将有一次容错权，现在容错权使用完毕，两位一踢定胜负呀，打底继续。绰号为功夫熊猫，曾获评 CUBA 第一中锋的是哪个篮球运动员？我前两天刚在徐盛明的朋友圈里面看到过这个人，他被称为潘长江，而潘长江被称为潘短江，他叫韩德君。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发布的2018至2019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一的是哪所高校？这就是刚刚被我送走的哈佛 University， 哈佛大学。在2018年末，中国铁路官方推出四款新型复兴号，其中涂装金色线条的被命名为什么？另外三款分别是绿巨人、蓝精灵和雪松飞，这是大长今。漂亮。中国白酒原本只有七种香型，1993年我国在此基础上又确认并追加了哪种香型？我不爱喝酒，我知道有酱香型，这么应该有猜一个吧，尖香型。漂亮。陈酒闻起来香是因为哪种物质散发出来的味道？给大家普及一个基础知识，每次你们闻到很香的东西，比如说烧烤啊之类的，都是脂类物质，会长肥的，当然是乙酸乙酯。扫帚星一词的由来与我国哪位谋略家有关？这个我觉得应该谋略家姜子牙。漂亮。耶、yeah。热门古装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别称是什么？这个事情特别搞笑，我们家我从来不理财，但成天在看理财的书，我老婆专门管投资，她成天在看《名兰传》。因在数学方面的贡献而被称为数学四杰的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和谁？毕达哥拉斯是的，哦，应该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一站到底，马上回来。思念金牌虾水饺提醒您，一站到底，精彩继续。喝口长知识了，答题才能有优势。本节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特约播出，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优酷视频，上优酷看一站到底，观看更多幕后花絮及精彩内容。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因在数学方面的贡献而被称为数学四杰的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和谁？毕达哥拉斯是的，哦，应该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分别是变频壁挂式空调、钛钢合金山地自行车以及30分的纯净裸钻。恭喜蒋中庭成为了本场的冠军，喝知识长知识，也恭喜你成为本场的知识达人。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最终是你们的，祝福你们未来前程似锦。感谢思念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感谢君乐宝长知识啦知识酸奶特约播出，感谢贤歌食品特约播出，感谢椰岛海王酒，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优酷视频，上优酷看一站到底，观看更多幕后花絮及精彩内容。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到的是百合网江苏 IPTV， 感谢华康丽金黑色体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站到底，下周再见，拜拜。老师，就是想要拥抱到小艺老师。我非常希望今天能够在这里站到底。我也希望能够跟小艺姐来 PK 一下。咱们就来一场自信心的，就我一定会眼疾手快，一站到底。妇女尚如此，男子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周一晚9:10，一站到底。